蝴蝶简笔画，先用铅笔勾画出蝴蝶的形象，画出蝴蝶的身体，两侧的翅膀，再画一些小圆点缀翅膀，在头部画出触须和眼睛，用黑笔描边，用黄笔填充小圆圈，在身体两侧用黄笔画两个半圆并上色，用浅橙色的笔填充翅膀、触须、眼睛的空白部分，一只美丽的蝴蝶就完成了。